大家好，我是张继聪。各位等会考放榜的同学仔，心情是不是很紧张呢？那不用紧张的，因为如果你是不嬲都很勤力的同学，那会考考了，那好好地等你的成绩。那如果你是懒开的话，那你现在紧张都是没用的了。那所以呢，我觉得无论是得失是怎样都好，会考的成绩其实是一个人生的很小的一个过渡嚟嘅啫，咁啊，所以无论点都好啦，放轻松，好好咁样去面对，咁啊，祝愿咧，大家所有都可以攞到好好嘅成绩啦。